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玩逆转裁判吧。这样听得到吗？血迹的笔迹鉴定， DNA 鉴定。用 DNA 吧。哦，超厚的样子。的确，尸体是在法庭入口附近被发现的。请看一下这张现场照片。怎么又不一样啊？瓦砾，等一下，好，为什么第一个进去的不的是你的人是你？也就是说，你这个鞋是做手脚的时间吧？这接下来才是对你错误的推理进行证明的时候。对，因爆炸而崩塌的法庭场面十分凄惨，但是那里并没有写字。你带着那护目镜也能确认吗？那你说究竟是谁写下的呢？啊，你写律师的。哼，被当成死人了。被爆炸炸飞了吗？遭受平面硬物重击而死。重击硬物，我想一下啊。
重击平面，平面硬物。好，那么辩护律师亲自试验一下如何？进入现场的，但是那里并没有写着。应该在这里了。平面硬物吧。啊，按到按错了。好。请看一下结果记录中关于头部伤痕的描述，平面硬物重击致死，这又如何？请仔细观察附着血迹的瓦砾，那明明就是一块非常尖锐的物体。的确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因为打到被害人的并不是这块瓦砾，这个血迹也是犯人进行伪装的工作，为了让人误解被害人死亡的地方是路口附近。你是想说犯人移动了尸体吗？正是如此。其实被害人是在别的地方被击中头部了，恐怕就是那片平坦的地板附近吧，而且还是靠近血渍的地方。只有之后加血部分是王宁喜律师的协议。咕咕咕叽叽叽，你也知道你叽叽了啊。被害人。好。在说谎，真实情况。并没有引爆炸弹，原因是他把我误以为是犯人了，我不想被怀疑，所以才移动了尸体，隐藏了血渍，非常抱歉。原来如此，你的意思是自己只是移动的尸体？正是如此，我没有杀人。是这样吗？这些行为足以构成犯罪的，不是吗？好，看来快结束了。顺带一提，我这个太阳眼镜也是特别定制的，比起其他物件更加黝黑，拥有更深邃的黑色光泽。我不想知道。我不想知道。
EIAOREN EF， 崩塌之后，崩塌之后才看见的。这边怪怪的，你都当了多少年律师了？为什么被骂？这边吧，他为什么可以清楚看到？他骗人吧？写完之后爆炸之后，那个地板已经是看不见的啦。这边很清楚啊。想骗我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说什么胡话？原本说写字是 ID， 就是你吧？请再看一遍写字，真的是写着 EEAOREN EF 吗？终于要弄那个能力了。想一下，他当时看到了啊，怎么可能看错？好，成功档。我觉得我选错欸，是那个缺角吗？第二次可能看到 F 的证据是这个吗？哇，好难选。好啦，应该是这个这里啊。我们再看一下，跟着右边有一些红色的东西，
爆炸发生前吧。爆炸发生之前就被写下来了。法庭爆炸而死亡的。那么这样考虑如何？早在爆炸发生前，准确来说，在审判开始之前，他就已经被殴打致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天真了，天真的生破我的生不堂而已。就那个这个啊，啊，存一下好了，我会怕。发疯了。思维逆转过来，哇，这句话经典。这个吗？
我随便猜的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应该是吧。好，选错。啊，我要死了。哇！直接 over。等等啊！那我重新挑战。好，是这张吗？就这个啊。哦，因为箱子里面有血迹。别的炸弹，但不逃啊！
破掉这个。啊！吓我一跳！我常会把工作态度中的炸弹骂到黑死。这次打算埋下这一颗炸弹，却被那女人发现了。哦，那个女人在第四法庭上不断追问我，所以，我下意识就把她打死了。可恶！在我寻找能隐藏尸体的地方的时候，她居然留下血字。在开庭之前消除血字的时间，就这样。我妹妹把她伪装成因为爆炸而死的，却被那混蛋律师偷偷摸摸查来查去。昨天在法庭上作证之后，我就去第四法庭。那个混蛋竟然要调查炸弹搬运箱，所以我就从那家伙身后靠近，然后打晕了他。在那帮放通警察逮捕那个小姑娘的时候，还以为能叫顾到她的手上。可恶！可恶！好，算了，就这样。无罪。
谜团？什么谜团啊？这个吗？哦，三名律师的，哦，第一话结束了。俺、しばらく事務所を離れます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理由を聞かせてもらえるかな。どうしてもやらなくちゃ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。驚き先輩、どうしてあんなことを。